Hello， 大家好，我是魔丸。今天的话又回到我们这个万圣节的特别企划，又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些恐怖系列的主题。上一次魔丸跟大家分享了这个恐怖电玩《绝命异次元》系列呢，那在这一周，其实魔丸一样是要来跟大家分享这个恐怖电玩的系列。可是比较特别的地方，包括魔丸自己也是啦。最早接触这一部的作品，其实不是在这个游戏的部分。魔丸一开始知道呢，是先看到这一部作品的漫画，那后来呢，也是有推出相关的动画系列，魔丸才又回去查了一些相关的资料，才知道说哦，原来最原始呢，这个作品是先从游戏的部分开始推出的。那一直说到现在啦，魔丸还没跟大家提到这部作品的名称。魔丸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一部作品，就是我们日系恐怖游戏当中非常非常经典的《木蝉鸣泣时》。另外一个台版的翻译应该会叫做《木蝉悲鸣时》。最早的游戏发售呢，魔丸查到是在2002年内，距离现在已经快要20年左右的时间了。当时的话，其实并不是由任何知名的游戏厂商所推出的，而是以同人的作品方式来进行贩售的。当然，最主要游玩的方式其实也算是这种电子有声小说的这种概念啦，有一些基本的背景搭配一些角色的插画，那最主要呢也是以文字的方式来呈现。当然，也是有融入一些声音的效果，让整体看起来呢是更加的逼真。这部作品现在想要玩到的话，其实还是有机会的，在2015年的 Steam 上面是已经正式上市了，但是在语言的部分大家要特别注意啦，是只有支援英文版跟日文版本。以这种剧情游戏的类型来说的话，可能就要稍微衡量一下啦。魔丸前面也有提到啦，自己最早接触其实也是在于这个漫画的系列，一本一本来进行购买的。可是当时的漫画推出也为了要配合这个游戏的这种篇章的方式，所以呢漫画的顺序上面来说是稍微有一点点复杂的。以游戏的篇章样式来说啦，最早在2002年所推出的第一个篇章是叫做鬼影篇，后来又有再推出流眠篇啊、碎沙篇啊，总共呢是有8个的篇章，一直到2006年最后推出的这个记杂篇呢，也算是把整个主线剧情给全部交代完毕了。隔了一年之后，在台湾其实也就正式的翻译第一本我们的《木蝉鸣泣时》，也就是我们这个鬼影篇的漫画。可是，在漫画上面复杂的地方，也就在于它的这个篇章是完全按照这个游戏部分的排版，变成说没有玩过游戏的话，其实也就不知道这个阅读上面的顺序，我到底是要先看鬼影篇呢，还是要先看流眠篇？一直到了后来的揭晓篇之后呢，在木蝉鸣泣时的下面是又多了一个解。其实从这个揭晓篇开始呢，也就渐渐的把这个故事当中没有交代的部分给慢慢补完。当然，这整个故事剧情呢，其实也是非常非常的烧脑啦。其实，在不同的篇章当中呢，所有的主角又会再重新复活，也算是一种轮回的概念。魔丸这边也不会透露太多的故事剧情啦，有兴趣的朋友再去稍微寻找一下。这个漫画的部分也因为是十几年前的作品，所以目前都是已经绝版了。但是在我们的动画系列，其实在最近呢是又有在推出了一个重制的版本，也算是重新作画的这种感觉。名称上面一样是叫做《木蝉鸣泣时》，只是在最新的篇章呢是叫做《夜跟足》。夜就是作业的夜，足的话大家也知道，就是象棋当中那个足。这两个篇章呢，其实在 YouTube 当中都是可以直接找到的。魔丸会这么明目张胆的跟大家分享，其实也是因为是正版授权直接挂在 YouTube 上面的，那有兴趣的朋友呢也是可以稍微去寻找一下。当然要特别注意，这部作品还算是我们的恐怖系列，所以呢还是会有一些很血腥很猎奇的画面出现，观看之前呢还是要先做好一定的心理准备啦。其实早期推出的这个漫画系列呢，设计上面来说也是非常非常的用心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啦，在中间几页呢比较特殊的页数呢都有用全彩的方式来呈现，当然这也是非常非常著名的画面啦。大家如果有机会可以找到这个原版的漫画呢，魔丸个人也是非常非常的推荐。除了这个木蝉鸣泣时的正片之外呢，其实魔丸最早接触的是这一部作品。可以看到，也因为呢这个是由角川来进行翻译的，所以名称上面是叫做木蝉悲鸣时。当然最主要在漫画的下面也出现了一个限制级的标语啊，也因为这个的内容呢一样是非常非常的血腥。故事剧情的部分其实跟正片是稍微有一点点关联啦，但是实际上是没有太大的影响，所以魔丸还是会建议大家呢在阅读上面的顺序先把正片的部分看完，有兴趣的话呢再来看外传系列。其实这个外传系列也是有非常非常多的篇章，这个系列的话也因为有一个年龄的限制啦，魔丸这边就不跟大家分享了，大家知道有这部作品就好。最后当然就是今天的重点啦，也因为呢我们这个木蝉鸣泣时在最近又有推出新的动画系列，所以我们的模型厂商呢也是抓准了时机啦，来推出我们这一个木蝉
坛名气时的龙宫绫濑，就是这一只啦。也因为是快要20年前的作品啦，当时要被做成这些公仔的系列其实都有一定的难度，再加上呢那个时候的模型厂商其实也没有现在呢这么的多样化，所以基本上这些角色呢都很难有机会被实体化。魔幻这边呢唯一有收藏的大概也是在2007年左右啦，曾经有推出过这个精品的系列。这次的话，魔幻记得是在台北的地下街偶然之间找到了啦，当时的定价来说其实不算便宜，好像在600多块钱左右。另外一个的话其实也是相同系列，也是一整套的，这个是元崎诗音跟魅音的精品。这套的话魔幻记得就是从日本带回来的啦，但是呢价钱上面来说其实都不算便宜，因为要找到呢都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刚刚看到精品，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留言告诉魔幻啦，魔幻也会考虑呢来进行一个小小的开箱。那回到我们的重点啦，也因为时隔这么多年，现在的这个模型制作厂商是这么的多样化，除了这些角色有机会被实体化之外，连这一些呢比较有名的绘师系列所绘画的一些相关的角色都是有机会被实体化的。当然啦，这么多的模型厂商，大家在挑选的过程呢还是要稍微考虑一下。今天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龙宫绫濑呢，可以看到在名称上面是叫做木材名器石，也就是我们这个重制版的这个动画系列。厂商的部分，其实这一家 Miyuki 这家厂商魔丸也是从来没有接触的，比较算是一个新的模型厂商吧。当时魔丸是看到这一次的预购资讯啦，觉得整体的造型是非常非常的怀念，很想要的当下呢就直接去订购了。后面的地方可以看到啦，生动可爱的表情啊，经典的服装造型，再加上手里呢不可或缺的这个柴刀式样。在我们这个木材名器时呢有几个关键字啦，柴刀、电击器跟球棒，相信有看过的人应该都知道魔丸在说什么。那在这边啦，魔丸也就不再多说了，直接来进行开箱，给大家看一下本体的样式。打开之后其实也没什么配件啦，主要是跟地台呢来进行一个简单的拼凑。那可以看到啦，也因为这个角色的造型算是非常非常的简单啦，基本上也没有太多太复杂的细节。涂装的部分来说呢，整体的白色还是有用这种阴影的质感来进行表现，最主要在于我们这个面部的表情，其实也算是蛮还原这个原作的部分。头发上面简单的阴影层次呢也是有稍微表现出来的。涂装细节比较多的应该也是在于我们这个长靴的部分啦，鞋带的地方呢虽然没有用不同的质感来表现，但至少呢在涂装的部分是没有出现任何的异漆，这个地方魔丸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当然在我们右手所握的这个柴刀样式呢，整体也是有用这种金属质感的方式来呈现的，握柄的地方呢也是有用这种削光的方式来呈现这种木质的质感，整体的涂装来说呢其实都是非常非常的不错。最后在背部这个大大的蝴蝶结呢，其实也是有用阴影的方式呢来去进行涂装的。整体的原型设计虽然是非常非常的简单啦，没有太多太复杂的部分，可是在涂装的部分，这些阴影质感的表现啊，这些小小的阴影处，又或者是在脚部我们这长化部分的阴影质感呢，其实都是有呈现出来的。整体的设计，整体的成品样式来说，魔丸个人还是非常非常的满意。看来这边呢，魔丸一样就直接拍摄一些细节的画面给大家稍微参考一下，那我们就直接进画面咯。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啦。其实呢，这家厂商出完这个一般版本的灵奈之后呢，在最近他又要即将推出另外一个血腥的版本。我们有看到公开的资讯图啦，其实造型来说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在眼神的部分呢，以及整体的服装呢，上面都是有染一点血迹的这种感觉啦，整体看起来的氛围是更加的恐怖。可是呢，魔丸这边已经入手了一般版本，所以也就没有考虑要来进行购入的。如果你最近刚看完这部作品觉得有喜欢的话，魔丸个人是觉得啊，这个血腥版本倒是一个不错的收藏，毕竟整体的造型是真的非常非常的特别。魔丸个人也是非常非常喜欢这一部作品啦，一直到现在隔了十几年有哦，这个漫画呢还是有完整保留起来的，真的也可以算是我们这个日本恐怖的经典之作啦。那今天的话呢，也是简单的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好啦，那今天的影片呢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之后一样会再有不一样的玩具开箱、玩具分享，或者是我们这个恐怖系列的开箱。我是魔丸，那我们下支影片再见，拜拜。